我能出多大力就出多大力吧，因为山里边路也不好走，只有这越野车能走，是不是？咱就多跑几趟，这都不叫事儿。这个应该说，电线杆还已经出现倒伏。咱们看到这个地儿啊，您看这个地儿吗？水从南岸，这个两岸，这块已经上了树了，两岸都是满，最大的时候水是满的。所以说到目前来讲呢，我们利用了三天的时间，已经打通了我们这个这条南岩路，我们的生命。这个救援通道和生命通道，车是您自己的车，对，是自己的车。那您现在就是开着自己车上下给运送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是吧？对对对。那您现在干了多少天了？这个应该是第二天了，这是。第二天了。对。昨天跑了多少趟？这两天我一共跑了大概四五趟吧，也不记着了。您自己的村庄本身没事吗？对，自己的村庄本身没事。距离多远呀？您所在的村庄在这儿？距离大概到这儿应该是8公里左右吧。没想过说这个路可能会对越野您的车也会造成一些影响。哎呀，这个这灾区这么大的事儿，都是属于留村镇的人民嘛，是不是？这都无所谓。